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不铁小编。那这个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攻略，也不是改版消息，更不是什么打宝资讯，而是要跟大家分享四个从天堂 M 开服到现在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个的话呢，我总共把它整理成四个部分，待会就会一一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是很多人应该都有发现，就是当这个改版越改越后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宝物就是譬如说蓝装上电视的几率啊，你以前在打宝的地方可能在某一次改版之后就突然都几乎打不到东西了。那这个现象呢是肯定的，那当然也是证实过的。好，那曾经有一次在改版之后，小编做了一个统计，奇岩城的奇岩地间掉宝的几率大幅的下降，这个现象小编之前有发过一篇文章，就是把网友的统计数字呢以圆饼图的方式呈现出来。好，那最近呢大家比较有感的是傲慢之塔还有象牙塔的部分，那其中就是以傲慢之塔的这个状况最为严重。什么样叫严重呢？就是当傲慢之塔推出的时候，你在低楼层一到五楼可能就很容易看到有谁谁谁上电视，但是呢随着高楼层的出现呢，这些地方的这个掉宝率开始下降，每推出一层楼掉宝率又下降，甚至现在推出到九楼之后呢，不要说祝福卷轴，连一到七楼的这个移动卷轴可能一整个礼拜都打不到半张。好，那也有一些人在反映说傲慢之塔的时间补充宝石几乎打不到，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状况发生，也不可否认官方一定不会跟你讲这个部分，但是呢小编以自己的心得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高楼层的推出，它直接连带关系的就是玩家的等级已经到了一个门槛，譬如说八九楼的怪物高等玩家他已经可以打到了，那这时候呢相对来说低楼层的怪物打起来就对他们而言是非常轻松的。好，那如果是以这样的情况下让他们在低楼层在打怪的时候，如果还是以同样的机遇在掉宝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宝物出的速度会越来越快。那相较之下，这些宝物推出的速度越来越快，它会连带的会影响市场的这个价格。我们举个例子，打红布来讲，在一楼如果说你让这些高等玩家很容易打到的话，那谁要上九楼？打怪的速度变快，就等于是掉宝的几率，它会影响到交易所的这个价格。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官方不乐见，玩家可能也不乐见。所以呢，目前 NC 的做法就是把宝物往新的地图或者是往高等的地方去移动，使得这个游戏啊变得不平衡。譬如说当一般玩家可能还在78、79级这些玩家啊，那他们可能没有太好的装备的时候，顶多到5、6楼就已经是一个极限，大概还在6楼以下这样走。那因为高楼层的推出导致一般玩家啊，他们没有办法打到更多的宝物，所以网络上的这个报应的声音呢就一直出现，但是对于高等玩家几乎比较难去感觉到，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都是掉宝率最高的，整个天堂 M 里面掉宝率最高的地方就是他们能去的地方。一般玩家要如何去跟上这个掉宝率呢？除了花钱之外，恐怕很难有其他的做法。毕竟天堂 M 这个游戏还是必须要氪金来充装，来获得一些比较稀有的装备啊。那一般玩家如果说不氪金的话呢，装备的成长是到后来会越来越慢，所以导致这个现象的发生。比较明显的就是刚才有提到的是奇岩地间，奇岩地间现在几乎不会出宝啊。那早期天堂 M 刚推出的时候，奇岩地间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蓝装上电视。现在的话呢，可能一楼的 BOSS 推出的时候呢，出现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啊，比如说一张蓝布啊这样子，几率已经非常低。那维持不变的或者是影响比较不大的呢，就是龙之谷的地间啊，1到6楼，还有海底就是伊娃王国，这些地方依然可以打到宝，大家每天在世界屏上也可以看到很多啊，那这个是维持不变的。接下来呢是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几率制作的商品，你氪越多钱它获得的几率会越高。或许你会想，我抽越多次数当然这个几率会越高，这样子说也没错，但是在这个游戏的设计上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变因，除了你自己用金钱用台币去拼这个几率之外，获得道具的几率其实是浮动的啊。譬如说我今天氪了10万，它的制作成功的几率是 0.1，那我今天氪了100万，那它的这个几率可能就是 0.5， 类似这一种几率的变动，它是从内部就会去变动的。所以有些客人在氪装备的时候呢，即使他氪的再多，他依然有可能拿不到他想要的东西
那这个就真的就是牵扯到运气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些运气好的，譬如说韩版有一个人他没有红变没有紫变的状况下，他就刻了一张卡，然后就获得了一个金变。那这个都是运气的部分，所以几率制作商品的成功率确实是跟钱跟你的氪金量有影响，但是最终的影响呢，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几率的本身。那再来第三个是，道具获得越多，宝物获得的几率就相对越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以前早期啊，天堂 M 还没有把商城的房屋卷箱分开的时候，你买一个房屋卷箱就有几率开到房卷或五卷随机出现。你可能开个几天，或者是开个半个月，至少很容易看到有住房住五的这个出现。可是后来呢，他们把这个房屋卷箱把它分开，你可以买到十张的这个房卷，然后十张的五卷，每天哦。那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很明显的状况是住房住五的出现率大幅降低。那以小编自己的经验来说，去年十月到今天，从来没有开到一张的住房，也就是说，我大概开了至少七个月，至少七个月的时间。所以如果说每个月都买300箱的话，这样子73212100箱，这样子开2100箱，完全没有半张这个住房住，所以这个几率啊是非常的低。那当然有些人可能有开到，不过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几率的问题。大部分人其实都有发现，他身上的住房住其实数量是越来越少的。那现在呢，除了商城里面买之外，你几乎很难去拿到。在上一个活动，就是妈祖这个任务的时候，小编拍了一个影片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活动可能在上个礼拜三改版之后呢，它会调整几率。小编在昨天也去把这个箱子把它开完，果不其然，开到装备的几率降低非常非常多。好，那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我个人的几率，可是也很多玩家反映说，在第二周的活动的时候，他发现跟第一周比起来几乎是开不到装备的。接着来讲这个礼拜刚推出的万能药的商品。好，那你可以发现商城里面可以买到一大堆的万能药。好，那看起来好像你可以开始去制作了，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说，从天堂 M 过去的设定一直到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状况，就是当活动给你这么多的万能药去合成的时候呢，它的制作成功率一定是经过调整。至于调整多少呢，我们不知道，但是绝对不会是往上修。再来最后一个，也就是凭证的部分。现在很多商品都会搭配的一个凭证，那这个凭证呢，你可以拿到收集品里面、收集册里面去兑换一个效果。以前这些收集品、这些凭证的收集品，大部分都是采取一个永久性的效果。最近你会发现哦，这些收集品的效果，它渐渐变成是一个活动，也就是说，它可能三个月、四个月之后，这个效果就消失了。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只是暂时的一些活动？很遗憾的，从目前韩版这边来看，韩版的走向也是这样子，就是新的这些凭证呢，它虽然说让你收集，那收集到获得一些能力了，但是这些能力它不会是永久的，它等于是一个活动化的一个商品，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游戏上比较平衡的一个设计。为什么说是平衡呢？因为同样的，你花那一些钱就可以获得这个效果，但是另外一派花钱的人呢，他可能去花了更多的钱，花了更多的钻去完成他的装备收集册。好，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他的氪金是不对等的，所以官方才把凭证的这个收集品效果调整成目前活动化的设计状况，就是限时使用。以上是小编从开服以来一直到最近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或许刚好讲到你长久以来的疑惑，又或者你的观察跟小编的观察是不同的。那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是想法，都欢迎在影片的底下大家一起留言来交流。那我们下一段影片再见咯，拜拜。